外子子是伸出食指指向电车钩头，指向它，再指到斜下方我们要吊挂的地方。OK 啊，或是我们要请钩头移动到这边，我要吊这个东西。OK 啊，好，卷上一只食指往上画圈。好，你要看哦，我是手是高于肩膀的。OK 啊，好，卷下来往下画圈，缓慢卷上，加个手掌在掌心下面画圈，缓慢卷下相反。好，横行直行，横行是小车，直行是大车，所以刚好我们现在面对考场墙壁，就是我电车的方向啊。好，这时候面对考场墙壁，手伸直，手掌伸出来，伸直，顺着方向挥过去就好。好，这是直行。所以这时候你的手臂跟电车两是成平行的。OK， 所以这时候你的人面对墙壁挥过去就是直行。OK。你要挥这边也可以，挥这边也可以。我来考试，基本上挥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，OK 吗？好，横行，请你转个方向，面对厕所方向啊，或是面对最高机场所的方向。好，一样，一只手掌往前伸直。好，按所以这时候横行，这是小车行走方向，挥过去就好了。手掌挥过去 ，OK 啊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你是面对的电车流，好，能面对电车流。OK， 横是平行，横是平行。OK， 所以这是横行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只有横行直行，你的人的身体要转方向。OK 啊。好，向左旋转，伸出你的食指啊，基本上就先指前面，好，直到再指到你的左边去，你左边在哪里，整只手指过去就好了。OK， 这是向左旋转，向右旋转呢，指到你右边去。好，向左翻转，两只手掌往前伸直，往你的左边。上下转一下，向右翻转，往你右边转。好，起身臂，先比站，手跟身体成平行，弯曲比自己，摆动两次啊。哦，所以起身臂大拇指是朝上的哦，这样啊。好，起身臂降吊钩，手伸直，啊，有吊钩两个字，四肢都动就好了。OK， 手就不用弯曲了，这样啊。好，俯身臂大拇指朝下，啊，一样三个字就是摆动手臂。俯身臂伸吊钩，好，一样大拇朝下，动四肢不掉啊。好，这是俯身臂伸吊钩。好，十七停，十七停止，先举手，再握拳。十八停止，双手手掌往上伸直，左右快速摆动就好，不要交叉。OK。十九折完毕，请你跳。OK， 来，各位先坐一下。